好，我是大耳，又到了我们要开我们的回忆小物的第二集。没有错，那今天是 Erica 的箱子，我们超大的，我都不知道讲到何年何月。再拿三个出来，不要这样子为难。大学的时候都还留着耶，我也留着，只是我没带。多可爱啊！而且为什么下面要写威廉莎士比亚生品、银杏树影的牌子？然后后面还有 Wrong Down。我小队服 啊，没有，我就是一个人，我负责教早操那个啊。哦，对对，跳针跳针跳针脚，我姐姐。跳完之后你在干嘛？就是玩我的、啊，我当 NPC， 然后我就一个人被关在一个大礼堂里面，超坏的，过分。那、啊、你没戏的时候，你干嘛玩手机？就忙我的。忙你的什么、啊？就是看外面的人在干嘛、啊。这样不很无聊吗？不会啊，下一个连续两年的乌龟卡。乌龟卡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活动，就是把一张空白纸粘在你的背上。宿营那几天结束，然后最后的行程就是大家写那个。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，就写他的背这样。你好可爱 ，Vicky 哈。Vicky 是谁啊？没关系，谢谢 Vicky。而且他把你这两个也差太多了吧？不是只有一面，我这里太边缘化了吧？你好边缘哦。这应该是已经年纪很大，然后跑回去玩会写我的板子的人就比较少。我在哪里啊？我每一个乌龟塔上面都有三八小美女。那你就三八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什么一个奶跟一个腰，每次也画一些奇怪的东西。臭自恋妹，身为你的小编，我们能第一名。是你？是我？是我？他以前是我的小编呢、啊。臭自恋妹，身为你的小编，也只能继续支持你了，哈哈。Vicky 加油！哦，终于懂了。我懂 Vicky 是什么了。Vicky 是他以前大学的时候有导一出实验剧展，我在里面名叫 Vicky， 他找我演戏。我想要顺便骂一件事情，我有粉丝专业这件事情是这个人逼我做的。他说你就办个粉丝专业嘛，你办我当你的小编。他从头到尾哦，只po过一篇文，从来没有回过任何留言。好，下一个。超用心。怎么那么用心啊？但我不敢开庙。大一的时候吧，因为你们感情没那么好。直接讲哇，好强哦！这是我大哭啊，哦、好尴尬，这我戴牙套的照片哦，好多哦，哦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有写，这也太丑了吧！我以前扮那个妙蛙种子，哎、欸，我超厉害的耶！这什么时候？大一我们的大一你有扮哦？我有啊，我们的主题不是神奇宝贝吗？对啊，你扮什么？我扮雷电球还是闪电球之类，我就戴一个红的那个丝巾，这样就是多不用心。哎、欸，我自己做那个花瓣哎、欸，你想要看你写给我什么吗？我写吧，就我没写，很尴尬吗？你的字超丑的。丑歪甜，19岁生日快乐啊！你这臭三八，想当初开学跟你聊舞社，一起认清，还有恐怖。因为我是女校毕业的、啊，然后我看到男生会觉得，好久没看到男生，有点可怕。而且他是主动敲我即时通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你是看我漂亮，真的好精致，蛮厉害的。而且啊，你那时候很喜欢虎纹的东西，豹纹哦，豹纹。而且那时候我真的是超惊讶，因为我记得我 always 迟到，体育课卫生就慢慢飘进来，结果你们就跟我说，我们有个同学为了帮我买蛋糕要出车祸了、哦，然后他还去找雕塑系打一个假石膏在脚上。我这个人就是防备心比较重，我想说。少在那边整我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就知道一定会有这种事情。然后等我真的看到石膏走出来，然后就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买到你蛋糕。”我就抱着大哭。然后我打电话给我妈说：“妈妈，怎么办？我同学……”对，打给你妈、哦。对，我在旁边打给我妈说：“妈妈，怎么办？我同学为了买我的蛋糕啊，出车祸，我是不是要付钱？我要付多少钱啊？他出了就是一辈子半身不遂，我该怎么办？”打掉石膏出来花了一下时间呢、啊，因为它不好拆开，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要整理，真的太难。那时候我很热衷帮大家办生日，我记得我还让人家整个在地板上大滑倒，就是帮我做卡片的这位 Mandy 小姐，大家也可以去追踪。滑倒，哎、欸，这也超可爱的。中山的，你看女生做的卡片是不一样的。我以前我们学校直属学妹，是学姐学妹制很重，重可是是个爱啊。生日我还会送你东西啊。你如果没有对直属学妹好，你毕业就觉得孤单，就没有礼物。哦，耶比学姐，恭喜你，耶比像我用好不好？我发文也会打耶比啊，怎么？科，我觉得我收幸运哦，你人收好。高一的小高一，那我高三了。Sorry， 我的卡片有点丑，他做的超好的。对啊。超强！你看这个校徽，跟他的比起来，以前我超喜欢 Rain 的，然后他就是一个同一个礼物放 Rain 的那种明星卡片，现在还有吗？有小文具店，我超爱的，一张10块嘛。看到上面写什么？这是我国中同学，你看我都知道是谁送我的。你看你的内容这么少，这么少的内容。周世渊、以恩惠和我与你同在，你的偶像干我屁事？可是我觉得还蛮精致的、啊，一个礼物跟一个卡片，然后还挑一样大。你很多杂物。Thank you.
我没有整理过吗？这个一定要讲，是 Seven 以前的这个经典的味大碟，你没有吗？ Hello Kitty 磁铁啊，以前有一个年代要收集，记得那个时候麦当劳也有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板子贴满，就是每一种要收集。我不知道欸，这我两个欸，这很过时欸。那后来有人要吗？我是两个一样的，同一个可以送。那时候真的大家很疯狂欸，超疯狂的啊，而且还会用那个金钱交易。我以前会交易游戏网卡，然后就会想办法把就是价钱比较低的换到比较高的。看嘛，我有青眼白龙，傻爆眼。我有啊，我还有那个黑暗大法师五张的。我小时候那个二手拍卖跳蚤市场，然后都会卖那种盗版游戏网卡一张1块钱，然后我每次都问我哥说，哎、欸、哥，我们班卖游戏网卡一张还1块钱，为什么买那么贵？他说那盗版的啦。本来想说就是跟我哥分享盗版。你为什么要偷人家房卡？这不是，这是我的房卡，迪士尼好莱坞酒店。我去香港玩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送你当收集啊。他没有跟我要回去，我就把他带回来。我好久以前去迪士尼，我有忘了。就当是送你的好了，我应该不会被抓吧？这可以看吗？这是什么可以看啊？这是放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把它收得这么好啊？然后我就拿不出来了。可以吧？我会不会然后就放不回去了？然后打开发现里面 nothing， 会生气。To my daddy， 我真的很爱你 ，OK？ 没人会真的忘记你生日。Don't cry， we love you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应该 cry 了，这是我以前。好可怕、啊！不要看啊，你很烦哎、欸！不要看我的拍贴，这是我儿子送我的。以前我们有个家庭，然后我是爸爸，我一直都很 man， 一直从头 man 到尾。哎、欸，小时候就在学骑脚踏车，为什么现在就不会啊？从小学到大，你很烦哎、欸！还是不。我到现在都还是不会骑脚踏车，怎么样？我学了一辈子。我跟你讲，我去年这个时候也在学脚踏车。现在学会了吗？没有。哎，我还是不会。天哪！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脚踏车的记忆，但我会把它学会的。我总有一天会把脚踏车学会的。OK。那什么是 Ren？ 都是 Ren。Ren 超帅的。Oh my god， 他那个肌肉，他到现在都还是我的欧巴。不要，你很烦哎、欸。不要一直秀我小时候的照片好不好？这你要拿出来吗？这太多了，我的妈呀！完了，都没有重点。怎么办？都没有重点。为什么要夸号美女啊？从小美到大。你要找一些。美女，你真的很镜子分不开耶，要好好加油。这种不是件好事。那种圣诞节啊什么节，我们椅子下面不是都会有一个那个放包包的地方吗？然后以前到学校去一定要看它是满的，如果没有满就表示你很边缘。那你知道我生日是几月几号吗？10月13是吗？牙到的时候看到满了又满了，我就知道。平常没有干嘛的时候，就抽屉里面或几张小卡片。我有收过一个很特别，午休还怎么样睡一睡，然后突然就是远处丢来一个纸条到你就是旁边一团的那样到你脚边，垃圾啊还是情书，就是很特别的传递方式。他都不怕，觉得那可能只是要丢去垃圾桶哦。有，我就这样点起来，然后看一下那边，然后那个人就这样。现在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想要，只是要跟我交换磁铁的，还是欢迎哦。这样算很炫吗？不是我的童年啊，我不觉得很炫吗？不知道大家童年就是跟我们差不多。如果有更劲爆的东西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。影片到这喽，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要帮我们按赞，然后帮我们订阅，帮我们分享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